你腿没瘸吧？啊，让你跟上跟上，你怎么慢的跟娘们儿一样？陈大哥，你咋说话呢？你知道这车有多沉吗？伤口拉累了还得歇会儿呢。要不你过来试试？心疼了是吧？那你帮我问问他，为什么他不心疼咱们的弟兄？他把咱们弟兄拼光了，能给你贺坚的功劳补上，添上几笔？ 干什么？为了这几本破书，你连车都不要了啊！你就是被这些花花肠子害了，吃的是人饭，说的不是人话。给我！子怡怒吼：“他说你看这些没用。” 金宝，你饿了吧？吃点东西。你拉的都是什么呀？拉个王八川呗。哎，要拉就拉一个王二姐四夫。哎哎，还是拉个打倒恶霸楚列强吧。拉一个。对对对，你拉个我们大伙都听得懂的曲儿呗。 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咱们找个别的地儿，你跟我念叨念叨，我爱听。在家的时候，老憨哥有啥事都跟我说，我可会宽人心了。我会吹笛子，我给你来一个。马大哥，我不听，就这玩意儿我都听不懂。哦，再说。 我们两口子的事儿你就别。谁是两口子？什么两口子？你喊什么？你跟小刀喊什么？马大哥，你让他喊，他喊出来就痛快了。就你是读书人是吧？读书人最讨厌。你牛，你最牛，就你是吃娘奶长大的，我们他妈都是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我们也是红军。马大哥，他喊出来就舒服了呀。你拉着破玩意儿干什么？ 你拉着破玩意儿，连人白白牺牲的十几个弟兄，再活过来吗？瞪什么眼？你干什么？我瞪你了！你玩啥呀，马大哥？你把心给我，你别忘记把我的钱。 Дорогая Таня,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у тебя там солнечная погода. У нас только мороз. Хотя погода холодная, однако нет снега. Соловей не поет и невинно берет. Только везде грязи и слагать. Как ты видишь, рай на земле еще не построен. Как м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я иду дорогу к смерти. Но нелегко в чести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 своей жизни
на войне, утратив веру в солдат. 哎，你别躲呀，不就是给老相好写信的吗？没事儿，反正你人在我这儿呢。Таня, мне нужно спасение. Мне. 哎，你。Мне нужно свет и молнии. Мне нужно, чтобы они осветили меня. 这念啥字儿啊？哎，你以为我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啊？这才叫爱。 要我说呀，你就跟我回去，咱俩成亲去。你看，你在这跟那些战士说话，他们根本就听不懂。他们也不爱听，我爱听。你回去跟我成了亲，天天跟我说，我爱听你说话，特别爱听。哎，你干啥呀？你给我，你放心呀，你给我。 这么长的路咱们这么多仗你都没扔，你不能现在把他烧了？那叫上老汉哥回家，再成亲，再好好过日子，不行吗？回什么家？成什么亲？你和他们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你知道现在红军要有转机了吗？你不知道。 你知道保证营救转机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你知道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们知道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们知道吗？你们当然不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我所说的红军形态的转机，绝不是有些人眼里的望梅止渴、空中楼阁。 也不是庸俗的兵力计算、患得患失的一种空的东西，是拼了万千头颅和鲜血之后，已经看见茫茫夜航中的灯塔航标。它是立于泰山之巅，即将绽放万丈红云，触手可及的一轮朝日。它是活跃在幕府之中，即将睁开双眼的婴儿。 参谋长有令，部队掉头，增援二师117团。走！远征辎重！哎，掉头！远征掉头！排位别排头！前进！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啊！别的部队在山那边打起来了。什么队伍？咱们军团的二师117团，孙连长下命令让咱们去增援。 中央领导就在附近了。哎，孙连长，咱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必须分下来一组，把老弱少年留下来，能打的先往前冲，打完再回来接他们。
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了，义务战警，你负得了责任吗？我能负？你拿什么负？不管承认我一起向牺牲的人是懦夫，不管你怎么说，老子一个都不会丢。二连从来都是一家人，扔了一个，那还是一家人吗？哎，咋办啊？ 来不及了，你带一小队人先冲过去，别让连长知道。快，是。一班子，给我上！你说啥呢？你还有没有组织？说啥呢？说啥呢？连长，干什么呢？连长，我摔得不听你的。连长，指导员说的是对的，再不动就来不及了。一班子，给我上！我说了，你，左肩。哎，你干什么呢？说什么？左肩，你来扶。走。 有我呢，川子，仗打完了，怎么样？肯定是打败了。你怎么知道败了？如果打赢的话，他们就不会回来，会和妖妖集团的人会合。妖妖集团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赶往吴家，否则从湖南追过来的白狗子正在从两边夹击。 咱们肯定会被吃掉，听到没有？我这个娄子都听到了，咱原没打成，交给咱们的任务没有完成。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伤员跟我留下来，不然这么走下去，大家都得白白的送死。要死要死在一起，不能丢下任何伤员。不行，我是连长，我负责部队的作战指挥。指导员，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先把孙连长控制起来，接下来这支连队由我来领导。指导员，我没问题，可是二排长三排。 那就都控制起来。怎么控制？下孙连长的枪，别动！ 是我跟孙连长说的，不过你也别多想，不会别的，就觉得你不能这么干。谁要在红军内部闹分裂，我马文才第一个不答应。我真是迫不得已，你别开除。你犯的错误和叛徒没什么区别，你必须马上离开，一分钟都不能留，否则我就枪毙了你。金宝，宝，出啥事儿了？ 这好不容易找着的，哎，你这咋了嘛？啊，这出啥事了？你这我被开除了，说开除就开除了。那好啊，咱回家成亲去。金宝。 说走就走啊？那我也走。老韩，你不能走，走都不让走了。让他走，红军从不为难百姓，他不能走。不，我得跟你走。我追你追了几千里地儿，你走了，我留下了。你现在是红军和老韩同志，如果你现在走了，就是脱离革命队伍。你放心，到前面咱们还有机会会合。 别废话，走吧。哎，这样可就不好了。我男人他就好个面子，你不能这点面子都不给他吧？你还嫌他不够惨啊？你没看他那耳朵吗？哎，金宝，哥，还得再抓俩蚂蟥啊。
宝，小桃，跟上啊！啊，你放心吧，我们丢不了。哎。哎，其实我觉得咱们跟他们分着走也挺好的，清静。哎，你别愁眉苦脸的。我现在是被开除了，你怎么不劝我跟你回村里呢？走啊，那你说、哎、你看，你看，你当我傻呀？我还不知道你吗？哎，你能跟我回去吗？所以我当然得跟着你走了。咱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不就你是红军，我不是红军吗？那你要让我当了红军，咱俩不就是一路人了吗？哼！你脑子里每天想的是什么？你想的就是跟我成亲、生孩子、过日子。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你想的是革命啊！什么都不懂。怎么不懂了？洗洗了啊，金宝。金宝，金宝，咋了？这是，你可别吓我。走了，你醒醒啊，快点醒醒啊！马房还真有效果，能听见了。哦，部队出发了。看来现在我们真成孤家寡人。在一块儿，我以后还得给你生娃呢，我一个人生得了娃吗？我好像走不动了。走不动也得走，你要是真不走了，那一会儿白狗子来了，我一个女人，我打也打不过，杀也杀不过的，那我咋办呢？你不是挺能耐的吗？我这能耐都是装的，你那才是真能耐呢。等咱以后有了娃，你可得给取个名儿，你那学问这么大。是白飞追上来了，就好这张乌鸦嘴。Thank you.
你咋样了？小桃儿，我渴了，你帮我找点水去呗。好，给你找水去啊。拼死拼活的来找你，你就这么把我给甩了呀？你别再跟着我了，跟着我就是一个死。你快走吧，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你别跑，你等等我。哎，七宝，没事吧？水来了，七宝。就傻呗，只要跟我男人在一起，怎么着都行。喝点水。小桃。啊。三。西北方向走，在一块儿取尊意。好，来来来，喝水喝水。你看，这都是大部队过江的时候用的船。走，咱也去找一条好的。哎，就这条了。哎，这船行吗？心吗？担心也没用，就这一条路了，必须得过去。你担心了？没，我男人在哪我就在哪。
再跟李岩好好过日子。他已经死了，早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就牺牲了。什么？你咋不早跟我说呀？害得我生了那么多邪气。现在说也不晚。咋不晚？反正我都要死了。死不了，咱俩到底活着。七宝，你咋听得见了呢？啊，你耳朵好了？好了。七宝，小桃。我傻，那你为什么还要哭着喊着加油啊？父亲往后，我的女儿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是不是找不着呀？怎么了？肚子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什么时候中的一枪？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不是那条路就不对了。是要死的，也不差这一件了。我要是睡着了，你咋办？嘘，月儿明，啊，风儿轻，树叶儿遮窗棂，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儿声。但是我能跟你死在一块儿，
值了。要是咱俩能活下来，那就更好了。哈，你怕了？我怕，我怕这辈子不能娶你了。你真的想娶我吗？想。那你再说一遍，我想听。我何坚想娶叶小桃。我等着那一天。金宝，你呀，就是脾气太差了，你连背书都跟吵架似的，那可不行。我啥时候给你背过书啊？什么船啊？什么桅杆啊？什么鹰啊？小桃，小桃。小桃，你别睡，你喜欢听我背书吧？那咱俩一块儿背呗。好。不准睡觉。不睡。我所说的红军迎来的转机，我所说的。我所说的。红军。红军。即将迎来的转机。迎来的转机。绝不是如。有些人绝不是如有些人眼里的望梅止渴空中楼阁，也不是庸俗的命利计算患得患失一种空的东西拼了万千投入和鲜血之后已经看见茫茫夜航中的灯塔航标金宝，你醒了，好点了吗？这是哪儿？这是茅坪镇，团部命令我们在这扎营，随时接受上级的机动作战命令。连队现在情况怎么样？过乌江之前，我们配合兄弟部队打了两仗，牺牲了十几个战士。知道吗？中央局现在已经过了乌江，离我们只有30里路了。真的？太好了！好，
我今天早上见了团长，他批评我说，我无权开除一个从上根队下派到基层连队的红军战士。贺健同志，现在我们欢迎你重新回到连队。不过我可不是跟你承认错误啊，对于你的做法，我仍然保留我的意见。你当然有这个权利。哥，小桃呢？小桃走了。他身上受着伤，他走哪儿去了？小桃的伤，连长找医生给他看了，肚子打穿了，好在子弹没留在肚子里，养一段就好了。但是以后生不了孩子了，他一听就傻了，一直哭，我劝了半天都劝不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他就跑了。你怎么不找他去啊？有战士去找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去了几个战士？长腿的都去了，你放心，他跑不了多远。小桃，回去吧。回吧，小桃，好多兄弟裤子破了，等你补呢。你别跟着我了。嫂子，回来吧。什么走？谁走？还不是走？我们。你们回去吧。小桃。你这人讨厌不讨厌啊？我追我的女人有错吗？我做不了你的女人了，我都生不了孩子了。咱们俩都一块死过一回了，你觉着我还会在乎你不能生孩子吗？可是一个女人如果生不了孩子的话，是要被别人戳脊梁骨的。你还是不要管我了。聂小桃同志，这里是贵州省毛坪镇，也是红军浴血杀敌的疆场。我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战士，和过去一样，每天我都面临着牺牲的可能。但只要我还没死，你叶小桃就是我的女人，我必须要管你。是走是留，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是我们两个人的事。照顾你一辈子。叫。